台东新港渔港有一位70岁专门杀鱼的阿嬷，40多年来专门帮渔民还有民众处理刚捕捞上来的新鲜渔获，快很准的手法累积不少忠实的客户，一天最多能杀超过100尾，也被当地人称为杀鱼女钟馗。菜刀手起刀落，切割鱼肉、鱼皮、内脏，干净利落的手法，十几斤的鬼头刀立刻被肢解。这是台东新港渔港，别小看这位70岁的阿嬷，她可是个狠角色。啊，你杀这么多年的经验是安那？搁在杀鱼啊，是安那杀安尼？这简单啦。简单是安那讲？人称鲨鱼女钟馗，绰号阿晴的阿嬷，从少女时代就开始鲨鱼，除了生小孩休息了几年，鲨鱼的资历高达40多年，是位资深的金牌杀手，一天至少可以杀50尾，而且这么多年从不涨价，一直都是1尾100元。该好啊，该好，阿公，他鲨鱼很快，又很漂亮。在顾客口中有好口碑的阿嬷，专门处理凶猛的大鱼，因为杀得漂亮又迅速，广受当地人的喜爱。虽然阿嬷现在已经70岁，但身体相当硬朗。她也表示感谢大家的信任，只要身体还行，就会继续为大家服务。记者刘林祥台东报道。